看他走上来的人呢，不能这么消失了。 这一波给他们长长教训，没打成，下一波我看你还敢不敢这么玩游戏。 他刚踢了个加速南瓜，我相信。他能有这么快？打死没踢南瓜这么跑，这么跑，我要报警了。他妈什么钩子啊？很傻逼啊，这钩子。 角落里只有一根钩子。
他要摇下来了！哎，这人是挂吧？哼，能跑这么快的？ 又他妈是挂、啊，顿起来了，已经开始。 这膀子为什么没砸到啊？有脸吗？有脸吗？爬起来还他妈不原地冻死，还他妈要跑，有脸吗？ 要不要脸呐？嗯，你他妈要不要脸呀你？把他摸好了，让他起来了。把队友杀了。
这要是来救，这他妈就是傻逼挂车。 这种人是真他妈该死啊！妈的，这种傻屌，明知道是挂还他妈要救，真死吗？这种人。 还有啥来着？极速星秘、欺骗、暴跪，感觉不止四个技能哦。欺骗啊！星秘、欺骗、暴跪啊！ 爬得很快的，玩这个吧。 妈的，先开始咬人了，请你当他妈连他妈狗都不如啊！这是一条连狗都不如的，是他吧？感谢关注嘎，爱打我。